金色日出绽放光芒，云海缭绕如同仙境，嘉义戏底梦幻景点，还有台东鹿野热气球嘉年华，蜂拥游客超热闹，国旅热门景点全部下杀，最低只要100元就能大玩特玩。旅游业者抢大国旅补助热潮，价格超杀。高雄到日月潭、彰化后里两天一夜，原价1899元，下杀到699。从台南一路到台东鹿野高台欣赏热气球，2500元，现在只要899。或是到亲近农场看羊妹妹，两天一夜原本团费快3000元，现在只要1980元。目前7月份的团几乎都已经是满的，报名非常热烈。还有超狂百元一日游，嘉义戏影步道享受大自然，或是到彰化鹿港老街吃美食，只要199元就出发，价差高达2到3倍。这个其实是蛮优惠的，因为它住宿有补助，然后还补助你美食伴手礼的费用，促进我们有想要旅游的心情这样子。全台饭店抢国旅商机，高雄福华饭店1泊30只要2688元，芙蓉饭店亲子四人入住含早餐2014元，嘉义乐意皇家度假酒店居然0元入住，而高档台北韩式爱丽酒店双人房每人花不到550元。那其实赠送的餐点呢，价值都超过了这2488元，等于是住宿送餐的一个概念，预计呢在住房率可以提升到30%以上。县市政府在加码，嘉义县推出每房赠送1000元的 coupon 券，500元折抵房价，另外500请你吃美食，狂砸6000万。国旅热潮瞬间回温，业者甩开疫情低谷，要大赚暑假商机。记者侯国文、杨世吴、陈珊珊南部综合报道。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7，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